我们一起来看到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的小片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十三朝古都美丽的古城西安，我86年出生，我属虎的，我有一个弟弟，我有一个哥哥，我们就是双子星豪杰兄弟，幸福来敲门，我们来了。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这对双胞胎兄弟的幸福秀。上班累